梁文音为新专辑 MV 苦练华尔兹，虽然才第一次练习，不过梁文音的舞蹈天分也让全场惊艳。最近开始非常好，然后刚刚那个小兰老师原本就是在教我跳舞的，就是最近开始有在学，只是没有跳那么温柔的舞蹈，而且又是华尔兹。其实我觉得唱华尔兹就有一点，这种节奏的歌就有一点点难度，然后更何况是跳，我觉得比跳那种很有劲的舞还来得难，因为你都要一直用力，很硬，肚子都要收，而且你的姿态是要很漂亮的。所以平常其实我还蛮粗鲁，所以在做这些动作会比较有困难。到时 MV 拍摄时，梁文音也将挑战单人独舞。而最近忙着宣传专辑的梁文音，前几天到香港演出时，也与好久不见的孙耀威一同合作。就我姐姐非常非常爱她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有好几年的时间，她的海报都贴在我们床的旁边，等于说我一早起来第一个说早安的是她，而且还规定说不能拿下来哦。我喜欢 LA Boys， 但是就是不能换，